就是昨天买的那个检测试剂盒啊，就是抗原的那个。那我还挺小兴奋一把，我说这是什么品牌呀？在哪儿做的呀？然后给各位看一下它的生产场地啊。啊，我翻过来，在哎，对，在这儿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对吧？杭州，呵呵，杭州西湖怎么样？PR China，对吧？对吧？有意思吧？所以，哎，有时候还是有点迷惑啊，就是自己到底是出国还是没出国？它旁边写了一个95，那是95泰铢啊，也就差不多不到100块钱，就是不到20块钱吧，大概19块钱的样子。你觉得贵吗？你在国内也差不多吗？我没在国内买过，我不知道。好，就分享到这么多。